不要整天就是窝宿舍或是窝工作，就是想要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多拓展自己的朋友圈，然后再就是在学生会里面多学一些东西。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就很喜欢那种团队，然后一起去做一件事情那种 feel， 就是想要累积自己的活动经验。在社团可以学到各种机车的知识，也可以认识很多学长姐。社团可以认识不同的朋友，然后也可以拓展你的交友圈。办活动完之后，我们会很有，就整个很有成就感。然后大家一起在为活动拼命啊，然后或者是熬夜那些的，都会成为最棒的回忆。